死了都要爱，不令你今次不痛快。大家好，我是周云亮。从小到大，我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就是想用我的歌声征服全世界。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，都一直没有用。有没有可能是发声位置出了问题？哪里出了问题？欢迎大家收看《毕格布包包看》，我是你们的主播 Lemon。近日，在某间知名卡拉 OK， 一名林姓男子在唱 K 时唱破音。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唱足三个小时都不累？是不是发声位置需要调整？尖音、假音、混音，区别在哪里？你知道吗？音准、节拍总是练不好，是不是没用对方法呢？预知详情，请 WhatsApp 以下的电话号码或者 FBPM， 我们约定你哦。